终于突破了那个把他挤歪的地方。 这边这个火的意义是什么？就这样，就只是来这边点个火，啊，没有别路可以走，那么懒，好了，算了，至少这边还蛮近的，而且要跳欸，然后就寻原路回去那个。 白屋那边了，哦，忘记怎么走了，哪里？火跟火中间是哦，妈的，不着讲，吓了半死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 fuck，没有敲击跳跳，失败。好了，至少他妈这边这哦靠北啊，我操，吐我满脸。哎、欸，啊我的魂嘞！ 哎，0,600,000多位魂啊，不一样，我是应该在这边吗？哎，应该在这边啊，我从这边跳下去的，对啊。好，妈，这游戏烂到连魂都不给我了。OK。 而且这边门突然就开了，三小，弄老半天，哦，三小了，哎呦，拿一把黑暗短刀就想要砍，又下去了，下面没有看到，有白雾。 多可以往下爬的那个，有那个白光，有白光，往下爬我去哪里？我干，啊，又是一个新的黑黑的地方哦，靠北，我还以为我来到一个很开心的地方，结果还是黑黑的。 受伤啊！那边射门，箭，我砍下去。哦，吼吼，看到一个超恶心的外画面。 里面都是方几掰，好想进去哦、喔，<笑>就算如此，还是让人想进去。啊，点个火把，太暗了。好了，这个地方我绕了一下下，大家看得懂这边的位置。哦，往下应该更深，应该更深。 进去那个方几百点，这地板很恐怖哎，一个不小心都会摔下去。点这个，哦。
看，这不是恶心死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快吐了，胆小，太恶心了！这是什么啊？这也太他妈超逼耳烂了吧！这是干嘛？这可以干嘛？ 恶心死了！天哪，巨大跳蚤！快吐了！啊，会不会咬人啊？不会，我很恶心。捡太久。 妈，放这个屁！哎呀，放这个屁好像也不会有事。哦，干，好恶心哦！哦，那屁股也太大了吧？啊，哪有宝箱啊？那宝箱在哪里？没有啊。那屁股很大哎、欸，砍死它会掉解。 哦，有你看这个画面，妈的，我快吐！哦哦哦，我超怕虫的，就是也没有对话选项啊，它就是一直在这边放屁的存在。然后也没有宝箱啊，宝箱在哪里？没有啊，确定就有宝箱吗？ 啊！如果没有害的话，我也不攻击他，其实没差。拿火把。哦，超恶心的，我的天啊！哦哦哦，不行！哦吼！哦 妈，创啊冰怎么这么恶烂呢？也没东西啊，是不是就这样啊？超怕虫子，因为我觉得虫子很恶心，非常之。啊，也没有宝箱啊，看来就这样啊。大家就是一只帮你解除了的恶烂恶烂怪。好了，既然他没有杀伤力，最好了。哦，快吐了。 那鸟屎完这个看到那个大眼青蛙不就挫赛？哎，就更他妈恶烂嘞！算了，我觉得其实两只鸟的存在一样恶烂。这里是怎样？看那个其他地方会爬到哪里？ 敲他妈耳烂逼，耳烂逼哦，不行！大家要看到虫，真恶心，真恶心！有一个屁股挂在那边，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拿、欸，妈的，强迫症又犯，等一下，哎，哈哈哈哈。 也太靠北了吧！无底深渊。啊，这个嘞，这该不会也是吧？哦，这个有道理。哎哎哎哎哎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饶啊，你别闹啦！
又是三小啊，很虎、啊，盖爆炸。防万一！哦哦，这一定是什么东西？来一条红龙！下面好像可以下去，真让人想跳。真想下去拿宝。外装水啊，机会坏掉。在这种地方露出来很奇怪。巨型棍棒哦，另外一根大棒棒出现了。需要再跳了。啊，这边是怎样？你这边只可以下，不可以上。这一层都还没逛完，这一层有王吗？贝渊，感觉有，又好像没有。像冰村有。刚好像这边下来。没嘞，这边就这样了吧。没网哦，就还好。就这一张图突破之后，应该就没事。希望这个下午就可以把黑溪谷这一条。我去看那个啦，我看那个世界地图，决定换个路线。哦，我想着一条路一条路。现在其实就是这一条路破完之后，就可以去接那个，接那个。我一直在自己家伙，真恐怖，都可以接那个迷雾森林了。所以那条路算最后一条路。渐循序渐进，慢慢破。感觉这边接在一起了，没烂。超容易迷路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我只是想看这边有没有宝，会捡一捡而已、啊。那不就是那个吗？干绕一圈又回来了。A 溪谷哦，没有，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一区探探完，然后再往下一区前进。刚刚那个地方看起来就是接下一区。把这边宝拿完，想把宝拿。哈哈 ，OK， 滚 ！He play for fun。What？ I play just yeah for fun。来 for fun。And I play it first。I so scared。So fucking scared。恐怖！太黑了吧？哎、欸，跳下来了。啊，这不就是那个吗？干！那个只可以下来，不可以上去的那张图啊。这边还有东西，都有的。飞刀，会不会是有人掉下来摔死？不对，这边是巨蜥棍吧？哎、欸，看来应该就这样了吧？那下面就是这样接的、啊。可是我记得刚刚还有一个洞没去，等一下。
边那个，就该怎么去？好像从前面那个下面那个平台过去。这里我刚刚记得好像还有一个楼梯，我没有走完，哪里？真是晃，没有很久。这里应该有路可以给我下去才对啊。我觉得还有一个那个楼梯可以给我爬。方向是哎，确实是的。来来，还在湖上。拜松子，到对面去。很小道。哎呀！干太肥了，只要一摔这个距离就会摔死，太惨了。嗯，现在应该用跳。哎呦，干吐我满脸。装备穿太重了，踩那种小地板，妈你有死！应该是这里吧？忘了。这地形乱七八糟，很难去找个地方，就靠墙。这个吗？那是，我看到，好啦，还是差不多啦。对啊，有什么东西没拿吗？我看不出来嘞，东西再去讲。哦，刚才走错了。
黑暗咒术之我，我这里有化妆水呢。化妆水那边我会去啊，我一定会去啊。那你又想吐我？混狗，再让你尝尝我的棒。就剩那一块了吧？哦，我觉得其实差不多，因为我不想待太久。这边如果那种没必要拿的，好要，超爱吐了。好，我现在要去拿。上层。那个地方在哪里？我自己忘了，是不是在最下面的某个地方？白雾，白雾不是进去了吗？就是这里啊。心死了，伊藤润二的画风哎，我就是画这种东西。从中穿过三角。获得地点，你要用梭子啦！你这样我看，你这样我哪看得懂？哎，有多功夫？哦，跳喽！怀念香木又一个。凶眼大盾，看人炫。哦，等一下，个口碑。打一打，好了吧，这样了吧。Yeah， 哇，通到黑溪谷来啦！不是，哦，哈哈，开心农场，立马坐住。超放心！哦，我在加长型诶，妈的加长型，超放哦！哦，等一下，超超放，超超放心，你干你老师！
哦，妈，被我看到了，在那边晃。妈，这油坑是不是？这里面是不是都有怪啊？操！哎呀，妈的，抓奶龙抓手。哎，那边想抓，妈的，当我没看到。你看，这边有一根，那么快，那么明显，都露出来。哎呦，干你老师的！哎呦，干！妈都露出来了，还在那边。哎，妈又吐我满脸。过了。哦，好痛。哦，射精。太强。这边这个地方感觉还真炫耶，如果没有火把的话。不会是抓奶龙抓手？好猛！刚刚一个太紧张，没有拿盾牌防。虽然我不知道他防不防。是。妈的，又在。烧死！哇，他就这样站在里面给他烧哎，没气耶。妈逼！我妈逼！会吐吐！这条路真他妈恐怖哎！还有个深哦，远远就看到洞里面有一个脸在笑，摩登大圣。贱人，妈的，一个弄死！好，抓到后面。是不是焦油坑？妈的，露出手手，当我没看到啊！搞错了。哦，歌舞之家。看得一清二楚。哎呀，太爽啦！养鹦鹉哎，下面这只也是。哇！现在在这边烧，变得他妈我有点难过去。哦，也是这样。跟印第安纳琼斯一样。哇塞！弯钩刀，强力法术武器，可以在武器上面附。